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 ，A、B、C 是这三点，他现在问说哈，你把 A、B 这个向量呢，取它在 AC 方向的正射影是多少？好，那我们知道呢 ，AB 在 AC 方向的正射影哈，这就等于 AB， 我先给它投影在什么呢 ？AC 方向。啊，再呢乘以呢它的方向，就单位向量 AC 啊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到这个 AB 等于多少呢 ？AB 是等于减上去负一、二、负二嘛。然后 AC 哈是多少呢？等于减上去是一、一、一啊。那它那个单位向量哈？AC 一条等于多少？这长度是根号3嘛，就等于根号3/111啊。好，那所以这个多少？这两个曲面积，这两个曲面积的话就多少呢？就根号3/1哈，它乘以多少？这个乘以这个是负一啊，它加2减2，那再给它乘以呢这个什么呢？单位向量。就根号3/111，那这就消掉了，这根号3/1啊，一乘的话，这就1/3嘛，1/3111啊。好，那你可以把3拿进去，就变成1/3。好，还有正摄影长，就其他的大小。哦，正摄影是向量的。那、啊、你取它的长度，就是这个取长度嘛，就1/3，它、啊、乘以多少？这个长度是根号1/+1/+1/+，就根号3，所以1/3。我看哈、哦、，AC 方向减上去，减上去。这是负的哦，我这里算错了，根号3/1啊，这是负的，所以这里是负的，我常常算错，所以它的那个正摄影是这个，这个有负的，正摄影长是这个，